虔诚一心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历代祖师，坛城诸尊，唵咕噜连声悉地吽。诸位长老、仁波切，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各吉翁法人员，各道场的领导人及在座的所有的正佛行者，大家吉祥。那我必须要借这个因缘来感恩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在师尊师母的指导下呢，我们众委会总算呢朝向系统化、组织化、专业化跟合法化。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宗派这几年来的改变。那从那个我们的那个宗务网站功德总会都已经可以说是开放给所有500万的弟子了。当然除了我们各吉弘法人员道场的人事系统管理之下，那么也开放给500万弟子。那里面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那么比如说根本传承上师的介绍，还有就是宗派的介绍，还有真佛密法，这个宝藏都在里面。师尊所传的所有的本尊他的仪轨，还有这个修持各方面的都很清楚的。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师尊传的佛法等等，可以说是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子呢，你可以加入自己成为一个成员，然后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修持的那些这个功课等等都可以做记录的。所以其实来讲，这个宗务网站它全方位来帮助宗派，帮助个人。所以我希望呢大家都一定要加入。然后呢我再跟各位报告呢，就是说那我们教育处的联合上师领导之下的可以说是这个全方位的教育，十年的教育都已经是把它规划。而可以说我们这一次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除了上师大会上师的培训，还有我们的僧众的培训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延伸到今年在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到印尼、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我们也有做比如说公僧大会我们也有做这个课程。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都要了解，然后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众委会到哪儿去呢，那么你都能够来参与，那肯定你是成果连连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通过交易才能够把可以说是因为师尊一直叮咛我们呢，我们要实修实证，要依次第的去修行，通过交易，那么肯定呢就是说大家都能够透彻了解，然后你去例行去实修实证。当然最重要一点，我们无常来到的时候，我们在座的500万弟子都能够回归摩诃窗帘此去，这个是大家都必须要谨记的。所以教义是要大家来参与，因为平常我都会看谁有上线谁有来参加那么所以我期望呢就是每一位，因为这个真佛教义是属于大家的。然后大家有看到我们教义这个文宣处连叶上师带领之下呢的文宣DBSN， 你看我们对外的那宣传我们一直不断是一开始待会就已经上去这个 TBSN 了。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把师尊慈悲的真佛密法不断的开示，不断的广传，我们除中内我们传向中外那可以说是我从我们常年在
这个莲叶上师文宣处带领之下呢，是说佛诞呢、啊，我看到大家上师们一起来金母的火宫，我们全世界25个国家373个道场呢，一起来做金母的会宫，我可以看得到那种动力，我们团结的力量已经展现了，所以我是希望灵济在各方位，在我们中网站，你要去，就好像我们已经把基础建设、啊、大道已经开设了，你要去用啊，都除了用，要去推广啊，让每一位都能够用这个建设，这个建设才有成果的。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大家都能够珍惜。然后另外你可以看到法务处连东上师，我们有讲师助教的甄选，还有法师的那个培训。那么师尊有讲过一点呢、啊，我们每个僧众都要有一个点，也就是你服务众生的点。所以你出家了，那么你到这个卫德福学院也好，西雅图雷藏寺也好，培训了后呢，我们要谨记顶戴根本传承上的教师，我们一定要下乡去了，到道场去，能够服务众生，广传佛法。那么我现在非常的欣赏，我们现在有很多雷藏寺，你看我们的在人事管理，目前我们在表扬啊各方面，除了道场，比如说道场的那种优秀的道场啊，还有各级弘法人员，从僧众，还有甚至密教总会各道场的那种义工，我们都给予表扬。意思是说，我们认可任何一位来就是说来肩负着让真佛宗永续传承的任务，我们都每一位我们都去给予认可表扬的。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道场的领导人呢，也一样跟在众委会一样的，通过密教总会还有各道场，都能够在行政、财务、法务在各领域呢，都能够也一样朝向系统化、组织化、专业化还有合法化的。这样的话，那肯定呢，就是说我们宗派将会永续传承。另外一点呢，我们宗派看到很多道场老化了，所以一定要老中青都有啊。你看我们上师团队也老了，僧众团队也老了，还好有讲师助教团队就比较年轻嘛。所以我们的真心会现在来讲都已经在全世界开展了，所以我期望呢，就是每一个道场都要趋向于年轻化，道场理事会老中青都要有。那么怎么样去找那个年轻人呢？那么你就要去想让年轻人都能够参与我们道场的法务啊、行政啊，其实他们都很棒的，让他们有一个发挥的一点。所以呢，可以说是我们宗派呢，那么我要感恩呢，就是该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下，还有师尊师母都一直不断的指导，我要感恩的处长们啊，还有我们的秘书团队啊，还有我们来自全世界很多各领域各还有教育处的那种义工也非常的多，所以意思说大家都能够手牵手的能够共同的建设宗派。在这里呢，我代表中国会感恩师尊的大加持，那我们一直往前走，奉咕噜连胜雪地红。